好，那各位，我们现在请翻开那《金刚经》口诀，请翻开那第十七页啊，第十七页啊，大家都有课本哈、啊，有没有人没有课本的？啊，都有哈、啊。那各位请看经文，须菩提，菩萨因如是布施，不住一相。啊，各位呢？啊，事实上呢，哈，这事实上呢，这一段呢，我们已经谈两节课了。啊，那为什么说这一段谈两节课了？因为呢，所以这很重要。因为呢，对，这个在谈两个问题，云何因住，云何相互起心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这一段是在谈呢，对不对？云何呢？啊，云何因住？啊，就是怎样的去安住。那各位呢？那我们啊，先来看这一段的意思呢，哈。接着呢，世尊在跟须菩提这么讲啊，他说呢，菩萨因如是，所以这里这两个字“如是”的意思呢，就是呢，对，如上面所谈，如什么所谈呢？所谓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身香味触法布施，也就是说呢，菩萨呢、啊、应该呢像前段所谈的，就是不应该呢对住在六尘，而去什么？而去行布施呢？啊，那各位，那不在呢六尘呢去行这个布施啊？金光，你接一下电话。啊，各位，那我们谈到这边呢，这个答案呢，哈，就来了啊，答案就来了。所以照理讲，谈到这边，那一定呢，又要绕到这一段。什么叫所谓呢？不住呢，哈，啊，六尘布施。啊，所以我简单这么讲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去行布施，我们并不是呢为了呢我们自己的生命，我们并不是呢为了别人的赞叹，我们并不是为了别人呢的回报，这些呢都我们不是的。也就是说，各位，我们单单纯纯呢啊来行布施啊，各位，我常讲一句话，我们今天对人家好没有任何理由，那请你也不要问为什么，我对你好就是对你好，哎呀，没有任何的动机。各位，你只要把握住我刚才所讲的这一句话，那事实上呢，你做久了，你渐渐呢，你就会呢，对，在没有任何的动机之下，然后呢，对，无怨无悔，然后呢，无我利他的为别人付出，你要去学习。啊，常常同学问我说呢，他可能做不到，我会跟他建议说，不是你做不到，是你不习惯这样做。啊，或你不习惯这样做，那你不习惯这样做，你还是呢，对不对？啊，要慢慢来学习啊。所有的习惯都从不习惯而来的。所有的无为呢，都从有为而来的。所有的无私呢，刚开始都从自私而来的。啊，所以呢，所以事实上我们要踏出去这一步啊。但是你用按照这样的一个角度，你就知道说呢，这就是呢，对，不在呢啊，这六尘上呢去行布施。那你就能够明白这个道理，这是前段所谈的。那现在这个重点呢，就开始来了。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还是回来看经文呢。所以呢，菩萨呢应该呢不住六尘去布施。所以接着呢，做了呢，对，做一个小结论，就是呢，对，不住一相。啊，不住一相。那各位，那我们谈到这边呢，
那我们首先呢，以修行的角度先来谈布施这两个字。所以布施这两个字呢，我上个礼拜呢也针对这两个字做解释。所谓布呢，就是将利益啊分布；所谓施呢，就是施惠呢大众啊。所以这是针对这两个字呢来消文啊。但是我现在再来讲布施的内涵，也就是布施的修行。那所以事实上布施这两个字呢，事实上呢就是一个字的意思，舍啊，请你自己在旁边写一个字啊，舍得的舍啊，你就写舍。啊，各位，那为什么要谈舍呢？那为什么不谈呢？啊，是一种付出呢？所以这两个概念有点不太一样。啊，各位，所谓的我为你付出，或是我为你服务，或是说我帮助于你，各位，这些话呢都是好的话，但是这些话原则上呢都是外面的事情。舍呢是内在的，我现在这个舍是谈内在的，是内在的心的问题。所以前面呢，我对别人好，那可以谈在一种什么行善的角度，但是从内在来谈舍这个字呢，是属于修行的角度。哦，所以这个呢的有一点不同，但是呢这两个字呢，你要同时拥有。那各位，那谈到舍呢，我们常这么讲，说舍得呢，有舍才有得。我也听很多人这么讲，所以我也很喜欢听听你怎么讲。啊，舍得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来，宝仁说说看，舍得，你解释一下。哎。这个比如说呢，我今天拿10万块帮助呢一个孤儿院，啊，就有个朋友可能跟我讲说，对了，要这样做才对了，有舍才有得，这样讲对不对？这样讲对还是不对？不大对啊，哪里不对？你说说看。对，有舍才有得这句话没有错，现在问题你的解释什么？如果解释呢不对呢，你的话呢是有问题的。给我举个例子给你听。我今天呢，对，舍5万块出去，再得，难道再得5万块回来吗？还是得5万500？因为500块是利息啊。所以各位，所以事实上我们一般来讲，我们在布施呢，都不是希望说那个东西再回来，各位，我们没那个意识的。那你说啊，我今天布施5万块，说不定呢，我得到呢一张什么感谢状。但是为这个也不是舍得的意思，舍得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各位，所以你从外在来解释讲，解释这个舍呢，你很不容易解释，你应该从内在来讲。好，各位，我简单了，刚刚讲，舍弃呢一个挂碍，你就得到一个清净，马上有没有？马上，它没有时间的落差，而且呢有没有？它不需要等多久。啊，注意举个例子，我现在心中很愤怒，你只要呢舍弃这个愤怒，有没有？你心中呢啊就会得到不愤怒，甚至你心中呢就会得到愉悦。各位要从这样的角度来讲，你这样来讲你才准确。那各位呢，那所以这我们就要谈哦，你的内在你愿意去舍弃你的贪嗔痴吗？你的内在愿意去舍弃呢你自己所有的不善心吗？还是呢愿意舍弃呢你自己的功共高我慢猜忌怀疑呢？那诸位，以上所谈的这些呢概念，
这些观念，或是说呢观念所产生的这些的情绪，事实上对你说是不好的啊。但是呢，有时候你明知道呢，对这些种种的啊念头或是想法对你是不好的，但是你不见得有能力去把它舍掉啊。那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力去把它舍掉呢？所以这个才是你要去探讨还要去研究的问题。那是因为所以谈到这边的时候，你要从这个舍开始来谈。因为奈呢，舍呢是谁？舍去内在，假设以贪嗔痴的角度，假设真这一个是贪，我们内在贪呢的人就一定是吝啬，所以你叫他舍呢布施，他就是不愿意。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谈的话题。但是呢，可以谈呢的也更广的，并不是那么狭隘。也就是说，你应该呢舍弃呢所有内在呢错误的之见，所有呢不善的心，你应该这样舍。所以你透过布施，你才能够那个修行，而不是只有透过布施是一种行善。诸位，一个好人还是有烦恼啊。啊，各位，很多人呢，啊，假日去当志工，说不定在当志工的时候呢，他的内心呢，他自己呢，告诉他自己，今天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，所以当他在当志工的时候，他可以呢，对不对？停留在呢，啊，助人为善，啊，或是呢，对不对？啊，帮助别人是一种快乐，他可能会有这种概念，但是问题呢，他回家。还要命到他家里面啊，因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。他可能啊，对，从志工的岗位呢退下来之后，他的痛苦依旧存在，他的无明依旧存在。那诸位，这就是我所讲的，你不要只停留在当好人，你要当个觉悟的人。但是呢，你一定呢还是要经过好人这个阶段啊。那诸位，所以舍要从这个角度来谈。那再来呢，各位，这个舍的意思呢，你不要把它当成舍弃。若是你要把它当成舍弃的话，那各位，那事情呢，我们就呢要把它定位好。舍呢，不是叫你舍弃事情，舍呢是叫你舍弃念头。好，各位哦。舍念不舍事，请你把握住这个重点。啊，对，啊，很多人把舍呢，也解释呢，对，是一种放下，但是他把放下又解释成放弃，或是说不要做事了，所以这样的解释呢，都是对佛法有点偏差的人。啊，诸位，今天你退休之后，不是叫你退休的意思，不是说你从此都不做事，不，你不要误会。那你今天下班之后，不是叫你从此之后不做事呢？那你今天修行之后，不是叫你从此呢，对，不做事业呢？各位，当然都不是这样解释的。所以舍不是叫你不要去做事啊，诸位你可以看得到啊，有很多的人。当他从事志工的时候，他做的事更多。有很多的出家人呢，当他一出家的时候呢，反呢他的工作量更什么？更大。所以并不代表说呢他不做事啊。所以因为当时是舍去呢他所有种种的对这些的妄想执着。所以我说这叫舍念不舍事，请你把握住这个重点。啊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为人家讲佛法，或是有人因为不懂佛法，他常常误解佛法，所以他就把误解的话呢，啊，平常闲聊的时候跟你聊，但是呢，你自己哈在学《金刚经》，你又答不出来，所以说有时候呢，你也要稍微复习一下佛法，对，当别人误会的时候，你也愣在那边。啊，诸位，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这样。啊，这个
各位，我们山上呢并没有几个人啊，只有三个人常住。啊，所以呢，有时候呢，有一些同学呢，可能会拿一些蔬菜或是水果上去。那当然，拿了一些蔬菜水果上去之后，那诸位，他只有三个人，假设没有课程或是没有办禅修，这些蔬菜水果有时候不能放，所以放太久会坏掉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呢，我会请同学说，啊，那你就把多余的东西再拿给那个一些同学，或是拿到其他的地方。诸位，你觉得我这样做有没有错？诸位，这个概念是很单纯的。啊，所以呢，对，就有同学呢，啊，去问我们同学说，对，啊，为什么人家布施的东西呢，又还要什么，再布施出去？那诸位，那假设哈，假设你是拿这个东西给别人，当别人这样问你，那你可能就答不出来，那这样不是很奇怪？各位，这么简单的问，这样简单的问答，你都答不出来。啊，那我现在听听看同学怎么答，来，新鲁你会怎么答？假设，对，假设我说呢，这个东西太多，新鲁你拿给其他同学用，啊，那像我先其他同学在问你说，啊为什么，供养师傅的，或是拿到山上去又拿出来，你会怎么说？那诸位，所以事实上这样回答应该很简单嘛？他怎么回答到这个，变成说什么？因为师父不喜欢这些东西，所以拿出来。哦，有够难听啊！应该是，各位，人家布施给我，我再布施给你们，既然是什么？因为我不喜欢吃啊。那各位，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？我的意思是说呢，哈，不是针对这件事情，我是针对说，有时候你在学佛法，有没有？人家有时候问你一些佛法的问题，啊你有时候还要什么？人家一问你就哑口什么？无言啊，对不对？各位，那你哑口无言，一般人都会让人家觉得你是一种什么？默认，这样对不对？连你学佛了，对人家看起来都很消极，对不对？啊，不都空空对不？你不回答，你不回应啊，事实上好像是默认。这个有时候呢，我们也要那对，啊，你们也要护持佛法，像你们所学的，你们也稍微讲一下嘛。各位，我不是说你刻意讲给别人听，而是当别人呢在聊天的时候有疑问的时候，跟你聊天的时候，你应该讲出来。啊，各位不要吝啬，知道吗？啊，那所以当我们呢，啊。要去舍弃那个这样的念，然后呢，不要去舍弃这样的一个事，那这样呢，你就能够把握住呢“舍”这个字。那各位呢，事实上不但哈，只有我们佛经这么讲，在老子的《道德经》他也讲一段类似这样的话。他说：“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。”啊，所以你就把这四个字抄起来：“损之又损。”损之又损呢，就像我现在所讲的这个舍，舍之什么又舍。但是老子所讲的这个舍之又舍啊，这个损之又损跟这个舍之又舍呢不太一样。老子所讲的这个损之又损呢，有没有原则上呢是只针对自己，但是我们佛法所讲的这个呢是这个舍，这个布施呢，针对外在也针对什么？自己内在的心有没有？它是内外呢都不包含。那各位，那一样的道理啊，你要去包，你要去抓住什么原则呢？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的过爱多损一分，你的自在呢就多得一分。这是很真实的，这是很明确的。所以你要那个呢，常呢舍之又舍啊，你能够那个呢
针对你的内在这样的来舍，那你才能对，才知道你应该怎么去修行啊。那不然的话呢，有没有这个布施，你只会停留在行善做好事啊，这就是可惜，你还没明白它的真实。那各位，那我们谈到呢，对，啊，我们应该呢，对，不执着呢，六尘来行布施呢，所以统称叫做不住一相。那各位，那这个不住一相的意思，啊，原则上呢，它不住于有，也不住于空，啊，大家去抓住这种概念哦。所谓不住一相的意思呢，是不住于有，也不住于空。各位，为什么叫做不住于有，那也不住于空呢？啊，各位，我们可以呢，从这句话，你再重新读，你就知道了。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来看哦。你不应该呢，这里执着于有，从哪一段可以看得出来呢？从这一段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呢，啊，所谓呢，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色身香味触法布施，这就是不执着于有。但是呢，你也不能够落空，你也不能够不执着于没有。所以接下来这一段话就是说。菩萨应如是布施，所以世尊没有说叫你什么不要做，对不对？你还要是什么，你还是要去布施啊。那如果呢，我们针对只有这句话来讲，布施跟不住，各位，布施呢就是不执着空，不住呢就是不执着有。整本金刚经哦，请你从头至尾要抓住这两个重点。你不能只看到一边说呢不执着有，你拿来改水。也就是说呢，各位，佛法是中道。所谓中道呢，就是呢，对不对啊，空有两边都不执着。那诸位，在《杂阿含经》呢，有一段很重要的话，我可以跟各位分享。我虽然在昨天在草屯班有分享过，但是这一段的话很重要。啊，在这里我还是要跟你分享一遍。世尊告诉他的弟子说：“你修行应该呢符合中道。”所以呢，世尊呢就用一个概念来谈中道的概念，他这么讲。他说呢，啊，因缘呢所生起，这个时候呢，你不能够生起呢无见，只要因缘所生起的东西，你不能够生起呢，对，没有的概念。啊，诸位，我举个例子，各位。你们今天来上课就是因缘所生起，所以你才来上课，我不能够否认你，我的脑袋不能够呢产生没有，我不能够否认你。这个茶杯也是因缘所生起，这个盆栽也是因缘所生起，我现在在布施也是因缘所生起。那诸位，简单这么讲，因缘所升起的东西呢，你不能够呢睁眼说瞎话，你产生一个说呢没有的空间，你不能够产生这样的概念。好，那各位，我们九点半呢，盐就会灭了，你们就会下课了。这个茶杯呢，有一天呢会被打破，这个盆栽呢，有一天呢，对，会枯萎。当因缘结束，它叫做灭。当它灭的时候呢，请你不要产生一个有的概念，有见，你不要属于那是什么
硬嘴巴，说什么？说我不能够接受。那各位，那我再谈更简单一点。今天生一个小，今天生一个小 baby， 那就是因缘什么？所生法。对，各位，你不能够学了佛法之后呢，看到孩子生起来说什么？就看到的孩子就想说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那诸位，这个有时候你学佛法哈，我刚刚说底拐呢，有时候你用的用词那个太什么，太不恰当啊，所以你这样学东西哈，实在是什么，很不符合世间。各位，我们学佛法要真俗无碍，就是佛法跟世间的法呢，它没有抵触，它是圆融的。啊，所以不是各位，是有时候你在讲话要注意，知道吗？啊，各位，我在跟外面的人讲话，从来都没有讲过一句佛字。哎，我讲的话拢听有。那各位好，但是当这个孩子长大之后，啊，不论呢、啊、他是少年、中年呢、啊，还是老年死亡，他死亡那一天的时候呢，你不能够说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够产生那个他有这种有见，你还是存在的。因为如果你产生这样的概念的话呢，你会痛苦什么？不堪。但是明明存在的，你去否认它。那诸位，你可能会消极度日，那各位，你的人生是什么人生？对不对？你都这么消极，哎，刚刚讲了，你上班有好啊，无好啦，你爱好啊，认真拍拼，人工好啊，对，先甲做当所长，无好当所长嘛是会死啊。啊，你爱好啊，读个读个博士，无好博士嘛会死啊。那诸位。啊，无我想要不要跟你讲？啊，各位，那人生都不用谈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样的概念就是说，啊，各位这样的概念不会很困难，而且我觉得师尊讲这段话讲的实在是有够好，真的很好，很恰当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承认啊，对不对？当有的时候，我们要承认有。当因缘条件消失的时候呢，对不对？你要承认它消失，这样呢，你就不会落空，也不会落有，所以你就是中道的人生。接下来你就不会有得失心。诸位，得因缘成熟，所以你得；因缘消失，所以失去。所以呢，既没有得也没有失，所以你的心中根本呢就不会起起伏，也就是说你的心中根本不会因为得失而产生忧悲苦恼，而产生了你所有的七情六欲，不会就是不会，各位很单纯。那各位，那这样的概念你不要觉得也很简单哦，你应该去练习看看哦。你听起来好像就是很简单，但是你应该去练习，你去看一看，你看看用这样的角度去看人生，看久了，你的心，你的自己的心态呢，就平静下来，你不容易呢，啊，有这些呢哈情绪的概念，不太容易升起。所以当你要去修行，你一定要有正见，你没有正见，你说要修行，啊，你是呢没有一个下手处的，你没办法下手。啊，所以呢，所以这个呢，可以，所以布施的意思啊，布施的意思呢，我们不能够呢，对不对？不能够执着有，也不能够执着没有。我举例说明，一个人布施，你去否认他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你怎么去否认一个人布施呢？对不对？你不能够说了，对。如果你去否认一个人的布施，那你就落空了。那诸位，那一个人布施有没有？
他就认为说呢，对他做了什么事情，做了对人家多么帮助的一个事情，那诸位，那他这样他的执着有了，布施不能够这个样子啊。那所以当你明白这种概念之后呢，啊，接着你来看六祖大师他们他怎么解释。因如是无相心布施者啊，各位，什么叫做无相心布施啊？啊，各位，接下来这三段你就要画起来啊。第一个，为无能施之心画起来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不见呢有施之物。第三个，不分别受施之人。把它的关键字画起来，心、物、人这三个字就是关键字。诸位，这三个字就是我们上节课所讲的，对不对？心呢，物境有没有？各位，也就是这三个会产生呢，你自己的果报呢，到底什么？你有多大的这些呢？啊，福德。啊，各位，你到底有产生多大的福德？那各位，那我们先来探讨了哈，我们先来探讨第一个，啊，也就是说，各位能施，各位能施的心讲的就是你的心呢，啊，能施的心讲的就是那位布施的那个人的心态，那个人是什么心态？好，各位，我们要去谈这个心的问题。诸位，那为什么这个心要排第一个？因为这个心呢，是所有呢，啊，一切呢，啊，善恶业呢的总枢纽。还有你今天布施呢，所有呢，你自己的福德呢，大与小都是什么心？当你呢无助的心呢，你的呢哈，哦，福德呢就不可思议。当你是有助的心呢，啊，嗯，你的呢福报不是福德，哦，你的福报呢就只有一点点，决定呢在这颗心。那各位，那从这里我先谈呢啊，谈几个问题。各位，现在不是只有我们在布施去看这颗心，而是说你人生在世，你做任何的事情都跟你这颗心有关系的啊。各位，那我们比较讲个现代的名词，你做这件事情你是抱持什么动机呢？啊，各位，你对父母是抱持什么动机呢？你是真孝顺吗？还是因为呢没有孝顺隔壁会说话呢？那还是因为孝顺呢可以呢继承财产呢？那一样的道理嘛，你去上班你是抱着什么动机嘛？啊，你是抱着说有没有啊，我能混就混呢？那会一样的道理啊。你今天来学金刚经，你是抱什么动机啊？各位，你不要以为动机一样哦，不一样。你去观察过，动机真的不一样，而且呢，有的人动机很奇怪。好，那各位，一样的道理啊。你今天坐在普门上打坐，你的动机是什么？你今天翻开佛书看，你的动机是什么？我都不一样。啊，各位，我举个例子啊，有一些那个学呢哈，啊，武术的人，他看到人家啊，就想给他算命，啊，不然呢哈，啊，到别人的家里面去呢，只要一踏进去，有开心感化呢，啊，化一刀白药恩嘛，这个诸位，这个很多人都是这种调调，你知道吗？他学的东西生怕别人什么，也不知道一个人啊，我送给你，啊，看到人啊，你敢想啊，那处不敢摆。啊，所以我到我们家里面去呢，对，我从来都不谈这个问题。
我自己教易经教了十几年了，啊，认识我的同学都知道，我都不会谈生物理，那反而都是不懂的人在什么，在谈，一天半在谈生物理。那诸位，那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给他算呢？你为什么要给他看呢？你是持对微怀的举手。你的动机根本不是慈悲为怀，你的动机呢？有没有？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呢，还是说你的动机是希望别人赞叹你？还是说你的动机呢？对，希望因为你这样做，别人对你的刮目相看？还是你的动机呢？是为了名利，还是拿财色呢？啊，各位呢？我记得以前呢，很多的大学生。啊，看到那个同系的女孩子，来，手拿来帮你看手相，那现在就在给她牵手，说要看人家手相，啊，事实上有没有，就是要去追求别人，说要给她算命，啊，各位，啊，以前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？说不定过去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所以各位，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呢，我们的动机实在是很复杂，但是说。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愿意踏进修行，请你不要再欺骗你自己了。对你的动机，假设是为了名闻利养，说实在的，如果你去谈修行的问题的话呢，实在是很奇怪，因为你的动机错误了。所以你不可以这个样子。各位，纵使你今天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。事实上你还是造恶业，我很坦白跟你这样讲，因为你的内在是不对的，啊，所以我说的这叫动机理论，啊，以现在的名词是这么讲，以佛学角的角度叫心念，你起什么的念，在做那样的一个事情，那所以呢，第一个。你布施的心态呢，要达到什么？无，没有。也就是说呢，对，我今天帮助你，但是呢，我并没有一个我在帮助你这样的心，没有。各位，你要真的要做到彻底做到这一点。好，各位，第二个，不见呢有施之物。诸位，你帮助别人什么？这个物不要只讲物品，不要这么狭隘这样解释。这个有施之物，就是说我帮助别人什么了？啊，各位举个例子，我今天帮助别人解决一件事情，也是我今天在这里啊拿个东西送给别人，也是我今天在这里去偷袭什么，也是。那各位。那这个东西就要谈什么？你帮助别人的东西，假设是越珍贵的，啊，越少的，你自己越喜欢的，你自己的果报就越大，啊，这个呢，有没有？要还是要看呢，你帮助什么？那如果以布施的角度，就分成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啊。你帮助的方式是什么？但是你的重点要摆在什么？不见，不要一天到晚来讲说，嘿，对我过去曾经帮助你什么？不要去谈这个问题啊。再来第三个，不分别受施之人，诸位。你今天帮助一个人，不能够这么讲，我喜欢的我才帮助，他是好人我才帮助，他是哪里孤儿我才帮助，他是哪里老年人我才帮助，或是说他是我认识的人我才帮助，或是他过去跟我有姻缘的我才帮助，所以只要呢，你自然有对象的帮助，你就没有办法达到什么。啊，不分别。各位，事实上，我们今天帮助人，不是说呢，我们刻意要去帮助别人，
你还是要懂得对，随缘度化。所以你什么时候会帮助别人，你自己不知道。所以你不是在惊人，所以我们帮助别人，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。那所以，那如果你达到这样的话呢，这三个就叫做三轮体空啊。这四个字你自己把它写下来，我解释一下。所以这三这呢，这四个字是一个很重要的佛学名词，但是你要用在修行，不要只用在名相是不意义的。啊，各位，三就是这三个，啊，讲的呢，啊，就是呢，啊，我、对方，还有呢，对我帮对方什么，就是这三个，轮。所以轮的意思呢，啊，就是度，啊，所以呢，我常讲说大转什么法轮，有没有？所以轮就是一种度，度化众生的度，啊，体空。所以这三个不能够单独成立。这三个呢，都要因缘条件具足才可以什么成立的啊？诸位，今天假设没有一个对象让你帮助，你可以说你帮助人吗？你根本不能成立嘛。好，那各位，那今天有个对象让你帮助，没有你，等到哪来的帮助？好，那今天呢？今天有我也有他，但是你并没有帮助的过程，怎么可以叫做帮助？是因为这三个需要什么因缘条件具足的，所以它就叫缘起。所以这三个并没有一个不变的实体，所以它的呢，它的本体呢就是呢性空，所以三轮体空。所以各位，你帮助别人不要这么高兴，知道吗？哎，不要这么得意忘形。啊，所以你要从这里去悟到真理，啊，去悟到真理。那各位，那我们再稍微再补充一下，从呢这三点当中，你再补充三点，啊，第四点是什么呢？布施的名声。你不应该呢去执着呢，对不对？布施之后带给你的生命，你不应该去执着这个问题。但是诸位，事实上呢，对这个生命会不会产生，是会产生的。各位，我现在所讲的不执着，并不是代表它不会产生，你了解我意思吗？它是会产生的，只是你什么不执着。再来第五个，虽然你不希望别人回报你，但是大部分人会不会回报你？都会。所以第五个呢，受施者的回报，你也不应该去执着。再来第六个，布施之后所得到的福德有没有？有，它事实上是有的，布施会得到福，这些福德，这是第六个。所以以上所谈的这六个，它都几乎同时会产生。所以当它产生的时候，那各位你自己呢，要拥有然后正念，心头了定，你不要那个随便去执着任何一个。接着我们看第二段下一段的经文呢。何以故？若菩萨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啊，诸位，
这一段要谈什么？福德那两个字啊，请你把福德画起来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要谈了哦。啊，世尊呢，叫我们呢去行布施，他也叫我们呢不要呢去执着。但是问题是什么？当你去布施呢，就种下了善因，必得什么善果。所以后面呢，福德就一定会什么产生。诸位，所以这个东西你不要去求，它自然什么，它一定会产生。那你说我执着会不会产生？它依旧会什么产生？执着福德会产生，不执着福德也会什么产生？执不执着都会产生，只是呢，对他自己呢福德的大小不一样。所以这叫因果。好，所以各位说，你不要以为说你没有那样，你那样，你不要那样的概念或者那样的心态，你就会损失。各位，你不要这样想。啊，你不要以为说你有那样的概念，你就拥有很多，你也别傻。各位，为什么叫无心插柳柳成荫？那为什么有的人呢，对不对？啊，一直呢急于追求名利，他用他自己的小聪明，然后斤斤计较，他以为他这样就可以得到很多的东西吗？各位，这是你对真理不懂啊！所以各位，你不要那么累啊！我常常讲，你不要那么累，你也不要把脑袋放在那边。既然原来都要得到，知道吗？啊，既然原来就都会得到，你不要后悔行动了啊！所以我常跟各位讲说，去做就对了啦。啊，去做之后你会得到什么？啊，什么时候会得到？你不要烦恼那个问题，你也不要担心那个问题，你也不要去问那个问题。所以就好像有一个人今天去公司上班去应征，一刚开始呢就应征职业，然后呢他就跟他老板讲说：“老板，我什么时候那个升到总经理？”所以你不能再问人家嘛。当有一天你条件具足，你就会升到什么总经理啊。你说不可能，他是家族企业，所以再怎么升总经理啊，对不对？都是他家的人，他家的人还是会死掉嘛。各位，有时候条件具足，你不用紧张啊。各位，那所以这一段呢，对，我就要跟各位谈几个字哦。各位，你一般在谈因果，事实上呢，它是一种呢的浓缩简称。它的全名呢不是因果，它的全名叫做因缘果报。请你把这个字呢先稍微分开写一下，我要详加解释这四个字，这很重要。你们一般都谈因果，因果，因果，你谈很快。诸位，这个因就是主因，这个缘呢就是助缘，这个果呢是一个结果，这个报呢是一种回报。事实上这个报呢就是一种报应啊，但是你的脑袋都会报两个字都想起来对吧？哎，你看，你就得到报应，然后讲那边戏，各位啊，报应他们讲赖，你就看报什么应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啊，我是怕你们误会，才给你解释回报，知道吗？哇，你看，所以我们对名相会掉入一个陷阱。那么这四个字要别听得很清楚哦。各位，那这四个字呢，我举个例子来做说明。诸位，我假设现在有一个呢，成功的人，第一首先呢，
他自己呢得很长进。这个是主音还是助言？主音哦，各位，一个人很长进，这是主音。所以助言是什么呢？听说一个成功的人背后就有一个什么？各位当然不能够只讲背后那个人啊，前面呢？难道前面就没有人吗？难道你上面就没有人吗？不然你谁生你的啊？各位简单这么讲，接着呢，助言就是那个，不论是你的家庭，对，或是你的长官，或是你的同事，或是你的朋友，这些都是你的什么助言？所以各位你要广结什么？善意。就是这个意思的，你不要得罪太多的人。各位，你得罪太多的人，当你自己很努力，你还是不会成功的，因为你得罪什么？太多的人，所以呢，你的言都不好，会被切断。好，那各位，那一个人呢，他自己呢很上进，然后又得到呢，对不对？这些呢，很多人的帮忙的这些呢条件。的互相的组合，所以他结果一定会什么成功。那各位，他结果一定会成功，所以成功这两个字只是一个名词，其实他结果会成功，接下来成功之后他得到什么回报，有没有？成功之后他得到什么回报？各位，如果你成功之后没有得到回报，成功好吗？那不好啊，各位知道对不对？那没有得到什么回报，你成功会做什么呢？所以各位，你要详加解释这四个字，你一个字都不能够漏掉。所以我知道呢，有很多人就是很上进啊，很努力啊，但是什么，他都没有考虑到助言。为什么今天要叫各位去布施？不然你的因缘从哪里来？各位，你告诉我，你有什么因缘？你透过布施，对不对？你自己的因缘才会什么？才会好啊，才会殊胜啊。所以我们常讲说，水涨船高，船是你啊，船呢是主因啊。对，但是呢，水涨啊是助缘呢，众星拱月呢，月是主因呢，众星是助缘呢，你不能够抹杀这些概念。所以各位，你做任何的事情呢，你一定要懂这些概念，尤其你今天学了佛法，各位，一个学了佛法的人，他自己对事情的观察是很细腻的，他对事情的周考是很详细的，他待人接物是很圆满的，因为他知道一切都应该要条件，少一个条件都不行，少一个条件呢，就是因为少一个，所以他的成就会减少一个，所以我说少一个都不行。好，对，所以呢，当我们渐渐的去明白说，这四个是因缘果报之后。好，各位，那接着我们现在要来带入这个公式咯。好，各位，那要请教一下，请问一下，我们现在谈布施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这个布施的主因是什么？来，杨助理说说看，自己的什么？所以今天财师、法师、无畏师，这个是主因还是助缘？你要想想看啊，我已经举例那么清楚了。各位，我刚才讲到三轮体功，哪个最重要？心嘛，有没有？也就是说，你布施的动机是什么？是最重要的。
所以我举一个例子，在佛经里面有谈到一个问题，有一个小孩子呢，有一天呢看到呢，对，世尊那边走过来，他知道世尊，对，所以因为他在玩泥巴，他随便呢就是对去抓起一个泥巴，然后来供养佛，对，佛就赞叹他，也这样讲说呢，这个小孩子有没有啊？他以后呢会有很殊胜的福报。所以各位，并不是因为他是小孩子，并不是他供养的东西呢是一堆土，会代表他什么，而是因为呢，对他的心是这么真诚的。所以我们因缘果报，我现在带入这个公式，这个因呢，就是你用什么心态来布施。这个缘呢，就是说呢，你布施，你是布施什么？你是财施呢，法施，还是无畏施？这是缘。好，各位，接着呢，这里你必得到这样的果报。但是呢，这里你得到的会这样的果报，那我们这一段就开始要来谈咯。如果呢，你是有住的布施，你的福德呢，可不可以施粮？可以啦。如果你今天是呢，有住有执着的布施，你的福德根本是什么？很少的，当然什么？很少的东西就可以什么施粮。那如果说呢，你今天是无助，你的福德当然就不可什么施粮。所以会关键在这里，差那么多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常这么讲，我们自古以来呢，所有的祖师大德啊，除了呢六祖慧能之外，绝大部分都是一个传一个啊，达摩传慧可啊，慧可传真灿，真灿传道信，道信呢传弘忍，弘忍传呢这个慧能。所以呢，为什么要一个传一个？难道是自私吗？不对，而是说这个人他有条件传接受了我所传的法吗？他有没有那个条件呢？他没有那个条件，你传给他，他不是，你不是害死他，就是让他为非作歹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人的条件就是代表说呢，对，这一个人的品德，这个人的这些呢，对，智慧才能，他都要同时记住的，我们才可以传话给他。不然呢，对，非人不传，这个人不适合传话给他。各位，我们讲佛法也是这样，各位，佛法没有什么秘密，但是佛法是有层次的什么差别的。这个人层次呢，对，没有那么高，你跟他讲一些那高深的佛法，对他是毒药，不是良药，所以你会害到他，不能传这样法给他。所以各位，所以呢，为什么说这个主因，就是说他是什么心，他这个心态不对的，你不能够跟他讲。所以呢，他是那个所有啊，所有产生的结果都从这个主因开始的。所以呢，各位，你自己呢要察觉得很清楚。